好，同学们好啊，咱们这几个进行举一反三能力系列课程的应用题大专题的间隔问题。这个间隔问题到了高年级的话，就形成了一些指数啊、敲钟啊、锯木头这些稍微难一点的易错题，是吧？小学阶段把间隔问题，咱们低年级、一二年级先入个门啊，平常考到你的题你会做就行了，有这样一个意识，什么叫间隔问题？基本的应用题会做可以了啊，太难的东西不需要太提前了解。来啊，从基本概念一样的，从基本概念啊，咱给大家讲啊，来啊，看啊，基本概念再到实战提高，再到练习巩固，举一反三，归纳总结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，好不好？每节课咱都是这样给大家讲。来，咱的目标一样的，通过系统学习，逐步的，不可能一天两天，养成举一反三的意识能力，先有意识，再有能力。来，那同学们想一下啊，什么是间隔呀？什么是间隔？间隔的话，你想想，这个间隔那还不简单啊？这一棵树，这一棵树，啊，中间有一个间隔呗。反正咱们同学们的感觉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小朋友，这也是一个小朋友，这也有一个小朋友，他们之间都有间隔呀，是不是？那间隔怎么计算，同学们？那我就问大家，这有几个间隔呀？是一个、两个？这两个间隔，然后这个人呢有几个？三个人，一、二、三。那怎么由人数去得到间隔数呢？这是咱们这节课要给大家讲解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间隔问题应该很好玩啊，同学们注意听课了，我们要打开思维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思路打开，竖起耳朵听。那我们先给大家引导一下间隔问题，你像实际的例题它就这样的呀，比如说他说马路上有三棵树，同学们有三棵树，我给大家画三棵树，比如这一棵树啊，这马路上还有这样一棵树啊，这马路上还有这样一棵树，他问中间有几个间隔，那好办，一个、两个，是不是？把一段铁丝要剪成三段，剪一段，一刀过去是不是切成两段？剪三段，再切一刀，发现这有三段了。那为什么剪两刀就变成三段了呢？为什么三棵树中间就俩间隔呢？有什么统一的规律吗？这就是咱们这一节课要讲的啊，间隔问题。来，统一规律肯定有啊，后边马上讲啊。好，同学们看啊，其实啊，这个间隔问题简单的讲就是两个物体之间或者两个动作之间的间隔，高度、长度、时间。什么叫高度呢？就是高低胖瘦呗，是不是？你有多高嘛，不就这个意思吗？长度呢，就是有多长嘛。时间呢，花了多长时间？三秒？三分钟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呀？来看啊，你比如说啊，三棵树排成一排，树跟树之间有多少个间隔啊？这个间隔本节课要跟同学们一起探讨的主题。你看看这树多不多，这下边有七棵树，是不是？间隔呢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间隔，这个就叫间隔。同学们，这回间隔应该就很熟了，是吧？来，其实间隔问题啊，咱们小学阶段呢，大概有最常见的这几种啊，大家认真看一下啊，也不要就背。你学完了自己就会总结归纳，植树啊、敲钟、锯木头、爬楼梯、挂灯笼、剪绳子，一种种来。先给大家讲剪绳子，剪绳子，好不好？来看，闹闹，闹闹这家伙呀挺闹的，把一根铁丝呢剪成十一段，他问需要剪几次？我们先研究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啊。铁丝剪十一，剪成这个，比如这是个铁丝，好不好？铁丝肯定比较弯嘛，
哎，那就这样一个铁丝，剪十一对儿，我们先研究研究啊。来，同学们看啊，换虚线了啊，拿刀切了，换颜色，嗯。比如说，我用一刀过去，变成几段儿？我们先总结一下啊，一刀，哎，一刀，是不是两段儿？这一段，这一段，是不是两段儿？两对儿，好，我先把这个一和二擦掉。哎呦，铁丝没了，我铁丝呢？等一下，我把铁丝弄回来。嗯，擦错东西了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点擦啊，擦掉。好，同学们看啊。那我再切一刀，再来一刀，几段？数一数几段？是不是一对儿两？哎呦，再看啊，是不是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？是不是？嘿，那说明两刀就变成三对儿了。两刀，三对儿。因为我们剪十一段，我们也不知道切几刀啊，那万一切多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再先总结一下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看，两刀变成三对儿了，三刀呢？再来一刀，三刀是几对儿？我们看看啊，三刀，数一下呀，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、四段呗，是不是四段？四刀呢？再研究研究，四刀，是不是多了一段？五段，嗯。那按这个意思来说，要得到十一对儿，那要切几刀呢？你看看后边这个数字啊，全部是比前面要大多少？哎，再仔细看，后边的数这个二比前面大多少？大一，三又比二大一，四比三要大一，五比四大一。那说明这个十一要比前面这个数要大一，那前面这个数那肯定是十刀，这是大家自己总结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发现了，如果要减十一段，那就用十一减一，就是十刀，就减十刀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减十次嘛，你这个他说次，那你就说次好了，次，你看看减两段就是一刀。减三段两刀，减四段三刀，减五段四刀，段数是比这个次数多一的，你会发现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如果是剪钢丝、剪绳子，段数是等于，哎，次数，剪的次数加一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咱们同学们啊，一年级的孩子如果是个式子看不懂。你就按我刚才说的，你有这样一个思维习惯就行，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式子。二年级的要求右边的式子，啊，要看懂二三年级的啊，四年级也不会考这东西了，太简单了是吧？嗯，哎，这个二三年级的要求这个要看懂，一年级的我觉得应该也能看懂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嘞，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基础，我们看看后边的，闹闹把一根，把一段木头。你看啊，把木头锯成十一段儿。那我问大家，铁丝跟木头有区别吗？木头，铁丝的确实细一点儿，是吧？铁丝细一点儿，但是木头呢粗一点儿。好，木头。等一下啊，我重新给大家画木头。木头就粗点儿呗。那不都是一条线吗？是不是？那你想想，你在上面切，有时候区有啥区别？你切切切切切，比如说你切了六刀，切六刀，一段两段，哎，得把这个擦掉啊。嗯，来，你看看，那剩下的这个切之后的段数是一模一样的吧？都是七段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所以木头那跟铁丝是一样的呀，同学们，钢丝、铁丝、木头，哎，只要是你锯的是条状的这个东西、线状的东西，哎，它结果是一样的。这是钢丝，这是木头，所以你锯十一段，根据刚才咱们总结的结论，十一段就得十刀，所以得锯十一减一等于十次。哎，锯的次数是比段数少一的，段数比次数要多一的，所以锯十一段就得十次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看看这儿，锯了七段，是不是用了几次啊？六次，哪六次？给你指出来。锯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，那锯成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、四段、五段、六段、七段。一刀两段，两刀三段，三刀四段，四刀五段，六刀七段，十刀十次十一段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嘞，又变成锯木头，这个会他要计算时间了。闹闹锯木头，闹闹又锯木头，闹闹挺闹的啊。锯两段需要三分钟，那锯五段需要几分钟？哎，同学们，那我们先研究研究，锯两段花三分钟花哪儿了？我先给他画个木头出来啊，来，比如这是木头呗，锯木头，哎，这也这木头同样的，嗯，这俩木头，咱们先锯一锯，好，锯一下啊，锯一下，锯两对儿，是不是一刀就搞定了？哎，锯一次。锯一次就搞定了两段了呀，这是不是一段，这是不是两段？他说花三分钟，那锯了一次是不是就意思是三分钟嘛？那锯一次的时间就要花三分钟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说锯一次花三分钟。好，这是通过这样一句话得到的结论。现在锯五段，你说锯几次呢？刚才是不是说过了呀？段数，哎，咱们再说一下，段数比锯的次数多一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这五段的话，锯的次数不就是四段吗？五减四等于一的呀，哎，那锯四次，四到五段，一二三四，那用几分钟啊？同学们说用几分钟，你看看呀，锯一次花了几分钟，锯这一次花了三分钟，那这个地方花三分，这也花三分，这也花三分，这也花三分钟，所以说，哎，这儿花，哎呦，等一下啊，这三分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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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起十二分钟，对不对？那你到高年级怎么立式子啊？高年级就这样，你五刀，哎，锯五段，五段的话，五减一就是锯的次数，是不是？五减一锯四次，那锯四次，每次要花三分钟，哎，也是十二分钟。哎，低年级的宝宝用这个，高年级宝宝用这个，是不是？嗯，好，立式子，考试立式就跟那个一样立，哎，好不好？嗯。锯一次啊，你通过这样一个条件把锯一次花多长时间算出来，是不是？花三分钟。那你想想，锯五刀，锯五段，你可以列这样式子，锯五段要用几次呢？用四次。那四次的话，你看看这四个三相加就得到十二分钟。哎，五减一是不是四次，每次用三分钟，十二分钟。学了乘法用这个，没学乘法用这个。嗯，好，那再看一下呀，这个间隔问题还涉及到敲钟啊，敲钟也有间隔吧？你看啊，敲三下，你看我给它敲一下啊，敲三下，这个就有点烧脑，但是它出题就这样出，你没办法，你也得做是吧？敲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好不好？我在这写一下啊。哎，写这儿啊，这是一下，
两下，三下，敲了三下的情况下，实际上有几个时间间隔呢？第一下跟第二下之间，这是不是一个时间间隔？第二下跟第三下之间也有一个时间间隔。哦，那就说明有两个时间间隔哟。二怎么来的呢？是不是三减一呀？得到的。哎，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结果，是不是啊？那如果说，看后边啊，我再给大家举一反三一下。那如果敲四下有几个间隔？敲四下，同学们思考一下。敲四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哎，我在这写这儿啊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几个间隔？一个间隔，两个间隔，三个间隔。哎，三个间隔，为什么四下是三个间隔呢？三怎么来？是不是用四减一得到的呀？所以说，哎，这个结果其实跟刚才的这个切木头啊、切钢丝是一样的。敲了几下，你看看，敲了几下间隔数，哎，就是敲的这个下减一，敲了几下减一个一，就是间隔数。所以这个结论就是，间隔数比敲的次数少一的，发现没？或者说敲的次数比间隔呢多一，间隔比敲的次数少一，你会发现总结出这样一个结果，是不是？来，那么咱们有这样一个基础的话，做这个题就简单了。它是敲两下四秒，敲一敲，来，敲两下，敲两下，来啊，一下，两下，是不是有一个间隔？说用了四秒，那这就用了四秒，四秒就是一个间隔，是不是？一个间隔就是四秒钟，哎，从敲第一下到敲第二下之间花了四秒钟，现在他是敲三下，用几秒？来，我们敲一下啊，敲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写一写啊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几个间隔？一个间隔，两个间隔，哎，你这一个间隔你就要花四秒，那这就要花四秒，这也要花四秒，结果就是四加四啊，等于八秒。等高年级学了乘除法怎么用，三下就是两个间隔，那列式就好列了。三下两个间隔怎么来？三减一，是不是得到两个间隔？每个间隔呢花了四秒，哎，高年级就这样列式子，是不是轻松拿下？嗯，低年级的就这样，你这个间隔四秒呀，写到这儿，这个间隔也是四秒，写这儿，因为你这一个间隔刚才是不是说了呀，题目已知了是四秒钟。嗯，好，敲钟问题其实你要真正的，你像一年级你能通过这个式子列出来，你其实这个题到三年级他就这样考你了。哎，我建议大家一年级能搞定可以搞定，是不是？你应该也能听懂，肯定能听懂，李老师讲的大家能听懂。好，那考试还有爬楼梯呀，同学们，这爬楼梯怎么爬呀？从一楼，哎，从简单的来啊，爬到三楼，实际上爬了几层楼？因为有同学说，李老师，你这出的题也太简单了呀，一楼爬三楼，那不就爬了三层吗？这还要问吗？那大家看一下，到底爬了几层？这一楼啊，二楼，三楼，来，我们标一下号啊，这是一楼，这是二楼，这是三楼，你注意问，他说爬了几层楼，那不简单了，一楼爬到二楼，是不是相当于爬了这个一层啊？是不是啊？二楼又爬到三楼了，又爬了这一层，实际上是不是只爬了两层嘛？对不对？你只爬了这一个，
你只爬了这两层呀，这一层这一层，你没爬别的呀。所以从一楼，你看啊，我把这个擦掉，哎呦，一下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从一楼，你注意啊，从一楼爬到三楼，其实只爬了两层，发现没？那这个二怎么来呢？你看啊，一层爬到三层，实际上爬了两层，二怎么来？是不是三减一嘛？三减一得到的。那举一反三，如果从一楼爬到六楼，爬了几层啊？爬五层呗。六减一。哎呀，重新写啊，写的我看，重新写一下啊，来，总结一下规律呗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从一层，哎，怎么写字？咋回事？是没吃饱啊？好，一层，来啊，越说越离谱了啊，这个层写成乌了啊，来，一层。爬到三层，实际上，爬几层？爬了两层楼，发现没？然后这个二呢，是等于什么的呀？二是等于三减一的，啊，来。三减一，是不是啊？我把这个二呢给它标红，是不是用这个三减这个一呀？其实你也不用画图了，哎，你会发现从一层爬到，你比如说七层吧，你说爬几层了？同学们应该结合。刚才的你应该都懂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六层楼啊？不是六怎么来的呀？六就这么来的，六就是用七减一用这个七减这个一。刚才这个二呢，是不是用三减一的？你看啊，我给大家画一个七层楼试试。这是一层。二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一二三四五，六层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有一层。你看呀，我给你写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看啊，从一爬到二，咋回事？来啊。从一爬到二，再从二爬到三，从三爬到四，从四爬到五，从五爬到六，从六爬到七。你看呀，爬了多少层楼啊？出来了吧？来看啊，这一个，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箭头，是不是六个间隔嘛？就相当于六个间隔。六个间隔你就爬了六次呗，爬了六次就爬了六层楼，因为你每爬一次就是爬一层楼。你看呀，从一爬到二不就爬了一次吗？就爬了一层哎，这个箭头。同样道理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看是不是用七减一，爬了六层，哎，七减一是这么来的啊。所以，哎，举一反三就是什么呢？把这个先讲完啊。那是不是可以还再举一反三一下？你比如说，那我问你，从三楼爬到六楼爬了几层？三楼爬到六楼爬了几层？用几减几啊？六减三，六减三等于三层。哎，大家可以去，
用这个图，你看我用这个图给你演示，你就知道了啊。我把这都擦掉。从3楼爬嘛，你看看哈，从3楼爬6楼，那7楼就没了啊。好，简不简单呀？你看啊，来看我的手，看我手啊，三层在这儿，六层在这儿，从3层到4层爬一次，4层到5层爬一次，5层到6层爬一次，6减3，中间有3个间隔，爬了3层，所以3到6爬3层，三怎么来？6减3，它减它，哎，1层爬3层，3减1，是不是啊？3减1，1层爬7层，爬6层楼，7减1，爬了6层。哎嘿，所以说大家应该找到窍门了啊，这叫什么呢？举一反三呀，哈哈，哎呦，举一反三，大家孩子们年纪低，不知道什么叫举一反三，必须要让大家明白什么叫举一反三的魅力和作用，是不是啊？这是非常之大的啊！来，那爬楼梯现在让你算时间了。从一楼爬到三楼用了6分钟，从一楼爬六楼呢？那没关系啊。我先带着大家从一楼爬一爬，同学们，一楼爬到二楼，二楼爬到三楼，来看啊，这是一楼，这是二楼，这是三楼。一楼爬到二楼爬了一次吧，二楼爬到三楼又爬了一次。那就相当于爬了3减1次，是不是爬了两次啊？爬了两次用了6分钟，同学们，那你想想爬一次用几分钟啊？哎，相当于爬用6分钟，那爬一次用3分钟。两次用6分钟，一次不就3分钟？你六就分成2个3，这一次一次3分钟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了，爬一次用了3分钟，哎，只要做出爬楼的这个动作，爬一层就要花3分钟。好，那从一楼爬六楼怎么办？那咱画一下啊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。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，好，同学们啊，我给大家写一下。哎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、六楼，从一呢爬到二，用了一次，爬了一次；2到3呢又爬一次；3到4爬一次；4到5爬一次；5到6爬一次，爬了几次？1、2、3、4、5，爬了5次。哎，我再用箭头给大家指一下，大家就更清楚了啊！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怎么来啊？是不是6减1啊？刚才给大家总结的结论，从几楼爬到几楼就得用几减去几，6减1，是不是？哎，换一红色的啊。那爬了6减1，是不是等于多少？5层。刚才说了，爬一次就是爬一层嘛，爬一次用3分钟，那爬5层用几分钟呀？哎，一次3分钟，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，15分钟。高年级的同学们学了乘除法怎么算？直接爬了多少层啊？爬了5层怎么来的呀？你把这个式子就不用这么分开了，高年级这样。直接用6减1，是不是爬了5层啊？从他爬到这儿来，爬了5层，每爬一层要用3分钟，乘以三就15分钟。学了乘除法就这个方法就行啊。没有学乘除法，用这个方法，一二年级的用这个，哎，咱们高年级3年级用这个啊。好，咱们对于间隔问题的话。还有最后一个压轴体，哎，其实都是间隔，你看这是不是间隔呀？这其实就是间隔问题啊。好，那还有排队的，你看几个小朋友在那排队，人跟人之间是不是也有间隔嘛？
好，上体育课了，10个男生排一排，相邻2个男生差1米。问这一对男生队伍长度是多少米？来，那我们画10个人，10个男生排一排，来，一个，2个，3个，4个，5个，6个，7个，8个，9个，10个，10个男生排一排，好，来，相邻2个男生相差1米，那也就是从这儿到这儿是1米。这儿到这儿也是1米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这样标好呗，锻炼大家竖心结合的能力，好不好？那你数数有几个一呀？数数几个一？1个一，2个一，3个一，4个一，5个一，6个一，7个一，8个一，9个一，是不是9个1米啊？那你直接一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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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。1234567，8，再加一等于9。哎，低年级的没学乘法就这样，是不是啊？那为什么有9个呀？你会发现，哎，再给大家还是总结一下啊。你两个男生，你看看有几个间隔呀？两个男生，你看两男生是不是有一个间隔呀？一个间隔，嗯。是不是？3个男生呢？哎，1个、2个、3个男生，几个间隔？1个、2个间隔。你看看，间隔数是不是等于人数减一呀？间隔数是比人数少一的。哎，那你说有10个男生的时候？间隔数是多少？像这样的间隔数，像这间隔数，那不就十减一吗？十减一等于9个间隔。你想想，9个间隔，每个间隔是1米，那不就9米吗？高年级的孩子直接9乘1等于9米，低年级孩子9个一相加，让这9个一相加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其实大家学到这个程度了，哎，你对于你低年级、一二年级的所有考试可能碰到的间隔问题，都不可能再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大家在学的过程中，每一种我都带着大家从基本的一段、两段、三段总结出一个规律，是不是？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。来，咱们再总结一下，今天这堂课呢，是吧？讲了30多分钟，我的天！好，同类别的。不同难度的题是不是啊？和不同类别横向对比学习，那你的独立自主能力、学习能力能不能再提起来？能不能有举一反三的能力？能不能有意识和能力？慢慢来啊，一定是能提起来的啊！这是最后的间隔问题的知识点总结，好不好？嗯，那咱们再最后总结一下这一类题的技巧。这类题有几个技巧，注意听啊。要明白几层，是不是？哎，几楼和几层楼梯是不同的啊，楼梯要比楼层要少一的，哎，这个大家注意，很拗口，是不是？嗯，锯木头，锯的次数要比锯的段数少一，敲钟，次数比相邻钟数之间间隔多一，刚才讲过了，是吧？指数问题，起点、终点是否指数？啊，哎，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根据实际情况。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是不是？如果数字大了你搞不定，比如说人家问你爬到了8楼，哎，1楼爬到8楼，爬了几层楼你搞不定，你先研究研究1层爬到2层，又是什么情况？1层爬到3层什么情况？1层爬到4层什么情况？自己总结出规律来，你就知道爬到8层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这叫什么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、举一反三的意识能力，同学们，嗯，来，如果大家觉得李老师啊讲的还不错，记得分享给更多其他的同学一起来学习。希望李老师的课程让所有平凡家的孩子都能学得好，优质的数学思维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支持。